这应该是地球上最美的生物，独立于动物、植物和其他真核生物之间，是自成一界的神奇真菌。地球上真菌的种类超过150万种，几乎是植物的6倍。它们存在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但真菌具体在地球上存在了多少年却不清楚。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真菌，它的年龄在 7.15 亿到 8.1 亿岁之间，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白云岩页岩微化石真菌。这在2020年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在150多万种真菌中，大约有2万种会长成蘑菇。这些蘑菇有多漂亮呢？我觉得它们的美丽甚至要超过植物界的花朵。首先，它们的颜色种类繁多，形状千奇百怪，并不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蘑菇形状，有些还能在夜晚发出神奇的荧光。几乎每一种蘑菇的生长过程都堪称一部美学电影，看得让人如痴如醉。现如今，真菌对地球的生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，比如青霉素的发现，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。有的真菌还能酿酒，还有的真菌能分解石油和垃圾，这让生物之屋有了方向。而真菌里的菌菇类，在营养学家眼里被称作蔬菜牛排，其中所含的蛋白质虽不及肉类，但也是普通蔬菜的好几倍。城市人因为少食蔬菜而错失的膳食纤维，也都可以在菌子里摄取满足。